姐姐，太子一案的卷宗你已经看了这么长时间了，休息一下吧。姐姐，既然你都已经决定要离开了，又何苦还要牵挂这些是非黑白呢？更何况太子都已经被废了。一想到这宫里面有一个心计如此深沉之人，留在宫里，留在陛下身边。 我这心里面就总是觉得不踏实，这个人实在是太可怕了。我不知道他还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，所以我想在走之前能查出这个人，我要了结此事。那姐姐看了这么久，可是有怀疑的对象了。 是徐钟荣，不是，当然不是，也不应该是。
姐姐，去查一查太子谋反前前后后的所有经过里面。徐姐姐，在那段时间里面所有的行踪，记住，要查清楚，查仔细了。是。启禀从容，萧杰于明日请从容一起赴晋初池畔采摘橙汁，说是还约了武才人同去。晋初池。 我让你暗中监视萧强，这几日他可有任何可疑的举动？这几日，萧杰于每天都去晋初池畔，说是要挑选一艘合意的小舟，有时候一个人在舟上逗留一两个时辰。原来如此，看来我之前可真是高估他了，想不到他这么愚不可及。 启禀从容，此船确实有问题，船体上被凿了若干个小洞，若是载人的话，划至池中央定会沉没。难不成真想要跟我们一起同归于尽？这个贱婢，倒是挺决绝的。从容，现在已经有了证据，可以禀告陛下了。不，这贱婢我留着还有用，你们俩。 将那小舟去换一艘就行了。去。是。徐姐姐，你怎么来这么早啊？萧强呢？我也不知道，他怎么迟迟也不来呢？ 启禀徐从容，武才任，昨夜萧婕妤染了风寒，病倒了。可这萧强，他怎么好端端的就生病了呢？奴才也不知道，不过萧婕妤昨夜好像在后院景炎枯坐了一宿，或是染了风寒。 人呢？萧强，萧强，二位姐姐来了。强儿，有失远迎。你不是病着吗？怎么不在床上好好休息，下来做什么呢？哼！我若不装病，怎么能骗你们到这屋里来呢？装病？萧强。 你一切都是装的，你一直在装疯。为什么要骗我们？你害了自己的亲姨母，难道你也想了害我们吗？<笑>亲姨母，你是说那个妄图杀了我夺我腹中孩子的恶毒女人是吗？至于你。 我们命中注定，就该是你死我活的结局啊！
我赢不了你，但我可以拉着你同归于尽。陛下，何故心神不宁？大将，不好了！大将，怎么回事？是武才人跟徐冲荣出事了。徐姐姐，媚娘，是我，你终于醒了，淑妃娘娘。徐姐姐她怎么样？她还好吗？是她救了你，她用身体护你于危墙之下，自己却险些丧命。要是没有她救我，我是不是早就死了？幸好救火师及时赶到，可是徐冲荣吸入太多的浓烟，
而且被塌下来的砖墙砸伤了，现在还在昏迷之中呢。不行，我要去找他。哎，别，你躺下吧。你现在身体这么虚弱，而且此刻太医还有陛下都在徐冲荣那边，你这么过去不免要引起慌乱的。淑妃娘娘，要是徐姐姐有过什么三长两短，我怎么能在这个世上独活呢？媚娘，你放心吧，徐冲荣没事的，吉人自有天相。小强，小强呢？他怎么样？在屋里最深的角落找到他，他已经被烧的。现在宫里在调查呢，发现屋内浇了很多火油，一定是有人故意纵火的。当时你们在屋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是小强，他根本就没有疯，他想跟我们同归于尽。徐冲荣情况如何？回禀陛下，徐冲荣已脱离险境，正待苏醒。不过徐冲荣因吸入烟尘太多，导致肺脉极度损伤，微臣虽能施以针法为其排毒，但已伤及元气，恐怕日后会留下病根。再想想办法，召集四海名医，用最好的药，朕要他好起来，明白吗？是，陛下。陛下，臣等定当竭尽全力。陛下，哎，切莫乱动。此时还拘什么礼啊？快！媚娘呢？媚娘情况如何？刚才淑妃派人过来禀告过了，媚娘无大碍。多亏了你，朕要赏你。臣妾救媚娘，是因为媚娘是臣妾最好的姐妹，也因为臣妾知道，若是媚娘出事了，陛下必定十分痛苦。臣妾不忍看到陛下痛苦。你要出了事，朕也会难过。朕知道，这些年，朕确实亏待了你。臣妾入宫之前，人人都说这后宫就是万丈的深渊，可自臣妾进宫之后并无此等感受，相反的，对臣妾来说，这太极宫就是毕生最幸福的地方。所以无论陛下心中有没有臣妾，臣妾心中都只有陛下。如是这般，陛下对臣妾已经够好了，又何来亏欠之说呢？你的心思朕明白，朕明日便宣旨封你为贤妃。陛下。大家，禀大家，淑妃娘娘已向武才人问明，的确是萧氏纵火行凶啊，与宫中火尸的判断一致。陛下，别为他求情。朕对他们萧氏一族已经格外开恩，心慈手软的结果却是什么？朕险些害了你们二人的性命。王德，在，即刻拟旨，传于岭南，萧氏一族按律处死。是，大家，老奴这就去办。
好好养伤，从明日起你就是锦乐宫的主人了。谢陛下。你这消息来源可靠吗？放心吧，是甘露殿的司礼太监传出来的话，绝对可靠。陛下心中现在还是更倾向于让魏王当太子，只是有一点，陛下还在犹豫。在犹豫什么？魏王能谋善断，本是人君之选，只是他不及晋王仁厚，陛下怕立了他当皇帝之后不能善待各位兄弟，尤其是这能谋者往往多疑，将来魏王百年之后传位于子之前，恐怕要为了自己儿子能坐稳皇位而杀了诸位王爷，也包括晋王，一念及此，陛下也不能昧呀。娘娘，近日里陛下一举剪除了韦元成一党，可同时却由大家封赏魏王，陛下的真实想法着实令人难解。本宫现在也不明白陛下的心意如何，明明宠爱着武媚娘，偏偏又封了徐崇荣为贤妃。啊，好不容易本宫等到一人独大的局面，又多添一个妃子进来与我抗衡，也罢了，眼下最重要的还是争储一事，此事一个局外人尚且不明白，更何况身在局中的李泰。浣衣局的莫公公是他的人吗？是，此人在浣衣局已有20余年，若不是最近打探陛下的口风而露了行迹，还真是想不到他竟会是李泰的人。现在本宫设计的那番话想必已从他的嘴里传到魏王府，且看李泰有何举措。这什么意思？这到底什么意思？父王杀了韦氏一家，却唯独大肆封赏我，父王到底知道什么？你知道了什么呀？王爷，王爷，宫中莫公公传来密函，关于立储的消息。快！莫公公怎么说？原来，父皇担心，若我登基，待我百年之后，会为了我儿子的江山而残害兄弟。若是解决了这个问题，打消了陛下的顾虑，则王爷再也无需被动等待，可直接面圣，自荐为太子。如此主动出击的风格也是陛下喜欢的。不，这事儿我得好好想想，好好斟酌。王爷，真打算一走了之啊？你这样可对得起你那惨死的父母。我就知道上一次你们救我没有那么简单，
我也实在没有想到，自进宫以来你并非全无机会，可你似乎从来没有想过要为父母报仇。你这种激将法对我没有用，我父母在临死前叮嘱过我，不要报仇，要好好活下去。好，那媚娘呢？媚娘已经答应我了，待她一觉醒来便会和我一起离开长安。看来你还是不明白啊，媚娘之所以答应跟你走，并非钟情于你，而是因为她对陛下一往情深，她怕你留在这里会行刺陛下，当然也怕你行刺不成反被陛下所杀。你的父母不就是因为陛下的放逐令而惨死的吗？这点我知道，他也知道。你是说他对我只是捏在一份过去的往昔之意，而对李世民才是真心，跟我走只是在情义之间的两难之举？我只告诉你，媚娘即便跟你走了，你也只是带走了他的人，他的心依然留在这大唐后庭之中。我不信。李世民是个阴险毒辣之人，媚娘怎么会对他倾心？可惜呀，可惜你只看到了如今他俩之间的种种不如意，可自媚娘进宫以来，他和陛下之间发生了多少曲折起伏，经历了多少春秋冬夏，你又知道什么？也罢，你若还是不信我的话，媚娘不是已将她的行囊放在你这儿了吗？你不妨打开来看看，看她直到逃亡仍不舍得抛下的东西到底是什么。你就不怕我把这些告诉媚娘吗？你就不怕我们随时都能杀了她吗？姐姐，要不是为了救我，你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这几日你这话讲了已经不下一百遍，你说不烦我听着都腻了。这些日子有太医整日悉心为我调理，陛下也每日都来看我，更有你日日夜夜陪在我身边。我想我这身子纵然不适，倒是因祸得福了呢。不许你这么说，你一定可以好起来的。怎么了？你在想什么？其实我心里藏着一些话，想挑个合适的机会跟你说，可是我又怕你。我们才共同经历过生死，有什么话你不能对我说的呢？媚娘只是觉得不配姐姐真心相待。此话怎讲？其实我怀疑过你，在太子逼宫一案中。妹妹该不会是怀疑我是魏王在宫中的内应吧？当时我明知并不是何干成己所为，却不曾点名。其实我心里面已经对你起了疑心，甚至还存了让瑞安暗中调查你那几日行踪的念头。姐姐，对不起，你既然肯舍命救我，又怎么会做那些将我推向悬崖之事呢？媚娘真的是太蠢了，真的是大错特错了。你呀，就是想的太多了。我还当是什么天大的事呢？我知道自入宫以来你受的恩宠最多，
受的磨难自然也最多。这如履薄冰的日子，其实我能体会的。你小心谨慎一点，又何妨呢？若是我连你都要放，那在这偌大的人世间，我便再也没有可以信任之人了。我以谁，都万不可以再以姐姐了。是啊，这一路走来，有太多人离开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至今想起萧蔷他临死之前的那一声哀嚎，我都还会感到胆战心惊。梅娘，你答应我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俩的情谊不要变，好不好？这深宫如此之大，陛下的圣宠总有渐衰的一天，等到那天到来时回首一看，我不想只有我孤身一人，我希望你还能陪伴在我身边。嗯，梅娘答应你，永远陪在姐姐身边。永远陪在姐姐身边。自父皇督促重新修订扩地制之后，儿臣另增招了顾印、蒋亚青、谢衍三位文学博士，与之前的萧德言等人一起赶工。现在众位文学博士每日撰文数万字，这般算下来再有两月有余，全部550卷扩地制即可修订完成。父皇现在看到的正是已经修订完成的3卷序略。嗯，青雀呀，看得出你费尽心思了。好，朕便留下，待全部修订完再看。来，你说今日来有3件事，另外2件是什么？啊，父皇，儿臣听闻您已赦免了大哥的死罪，准备将他流放至黔州。嗯，青雀，承前谋逆，即便是有万分的不对，可他毕竟是朕的亲生骨肉，是你的兄长。如今他已经受到了严厉的惩罚，为人处事不要太过计较，能原谅别人时，要学会尽量的原谅。父皇，所言极是。无论如何，大哥的命总算是保住了。儿臣内心也是倍感高兴。
父皇流放他至黔州，儿臣想，父皇固然内心不舍，却也是万不得已而为之。青雀，你能这么想，父皇真的很高兴。作为一国之君，有许多事情却是不得已而为之啊。第三件事情呢？回禀父皇，第三件事便是立储。太子被废后，东宫无主，满朝文武都在等父皇下诏。那青雀，你说父皇应该立哪个儿子为太子啊？父皇，儿臣斗胆自荐。父皇，历朝历代圣君明主最愁的便是无贤储可立。三国时蜀主刘备不得已只能将魏传于扶不起的阿斗，其实国家重担全由丞相诸葛孔明一人肩扛，结果孔明在蜀国在，孔明亡则蜀国亡。再论汉高祖刘邦，传位于幼子刘盈，吕后篡汉，临朝称制达八年之久。秦开国帝王一代枭雄嬴政，传位于次子胡亥，却为宦官所获，秦二代亡。这皆是由于继位幼主过于人弱不才所致。再看近代魏晋南北朝，满目皆是功臣篡权，王朝短命，触目惊心的。行了行了，不用再举例了。父皇没老，父皇听明白你的意思了。是父皇，可是父皇现在面对的困难却正好相反。请恕儿臣之言，父皇的几个皇子程潜、李克还有儿臣，个个都不是酒囊饭袋，文韬武略者有，能征好战者，善得人心者亦有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叛将侯君集才能够利用废太子的心理，让废太子觉得诸位皇子皆对东宫之位虎视眈眈，这才逼得大哥走向谋逆之路。是啊，虎视眈眈，难道不是吗？父皇英明，儿臣承认的确一直都有入主东宫之心，但儿臣也能够深深体会到父皇的担忧。废太子一事已使父皇心寒不已，几日不朝，这是儿臣记忆当中从未发生过的事情。我们几个手心手背都是父皇的肉，父皇如今迟迟不下诏立储，立谁不立谁，无非就是不希望再次看到皇子相争、兵戎相向的局面。青雀呀，只有你了解父皇的心思啊。承蒙父皇宠爱有加，青雀倍感涕零。今天儿臣就再跟父皇说些心里话。儿臣想当储君，是因为放眼天下，我大唐江山辖十道，358州，1300多县，这是历朝历代都未曾有过的盛大疆土。这么大的疆土，在父皇的治理下已出现盛世。不瞒父皇，儿臣在修扩地制时，每每看及此，儿臣心中都会鼓起万千豪气。儿臣有决心再拓大唐疆土，将贞观、夜不闭户、路不拾遗之清明盛世百年千年的延续下去。身为皇子有这样的雄心没错，只是父皇，儿臣想过了，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父皇的担心。